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呢是圣所战的时间。好，那刚好啊，这个野外 BOSS 就是我们早上打的这个帕洛提斯呢，待会也会出现。啊，最后击杀时间是在8月31号的3点12分，然后晚上的9点12分才会出现啊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就在这边等，还有1分钟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他。红色的那一瞬间，碧绿说他守圣所，不然人跑光了。OK， 我们的圣所呢就在这里而已哦。那我在这边等，因为网的话呢会出现在这两个地方。好，那我在下方。好，还有可能不到1分钟就出了吧。希望是出在这边了。我想要看他重生的那一瞬间。我用一下干净模式好了。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重生的那一瞬间拍到画面会比较漂亮。嗯，这个干净模式真的很棒。这个是我昨天的时候才知道的。哎，他没有重生啊，他不会准时吗？已经9点12分了啊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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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太棒了！好，那我们来打吧。现在输出最高的是我。好了，我被他舌头舔了一下，痛！沙莉，请来救我！榜一大哥，请来救我！啊，好，沙莉，沙莉来了吗？哦，沙莉来了，沙莉来了，他应该砍了几刀，输出最高就是他了、哦。那我把这个黑洞的把它拿下，哦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在打王的时候呢，尽量站在这个相反方向啊，哦，不要在这个扛手，哦，就是扛伤害的这个朋友的旁边或前面。是谁的？怎么不捡？啊，捡不起来。这只网我们在早上推的时候真的是蛮顺利的，就是很稳啊。然后萨利有说他都不用吞大水，他只要吞小水就 OK 了。我们这一队的话呢，就是输出手有萨利、我跟无敌，然后茄子的话呢，主要是 buff 的用途，他是弓箭手。那弓箭手的话呢，在战界这边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在团队里面。他有很多 buffer 的技能哦，这个争议的，像这个就可以增加我们队友的这个攻击速度啊，还有这个攻击力哦。然后这个是增加我们的命中，然后这个是让怪物被打比较痛嘛，就是减他的防御。然后这个是放自己的哦，主要是这一招跟这一招啦，直线瞄准还有破甲之剑。欸，不对，高速拉弓还有直线瞄准这两招的话呢，对于队伍的成员来讲都还蛮不错的。那萨莉他目前很需要这颗网的猪猪哦，因为他要做一些网的植物，他缺猪猪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混沌破坏者吧，对，帕洛提斯的精髓，他需要5颗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如果你不用打的，你用骑士团币去换的话呢，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啦。啊，这个可能因为骑士团铸币它取得来源比较有限一点点，你就就算想要用钻石去买也没办法，好，只能够就是钻捐去取得比较多的骑士团铸币，那其他你还是要透过活动来取得，这个要3600，而且只能换一颗哦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换5颗，你要18000。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还是打王。早上的那一只它并没有掉金水，看看晚上会不会掉了。欸，我捡起来了，侦察兵项链。哦，它可以用的我全塞了，所以暂时没用啦。看沙莉的血真的没有什么在动，
他现在是和小者的状态。这个骨钩啊，他晚上去钓鱼啊，好，就是我们骑士团很喜欢杀人的这位朋友骨钩，他晚上去钓鱼，所以他没有参加。今天是礼拜六嘛，那礼拜六的话呢，正常都会有一些家庭的活动啊，好，所以他不参加也，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就是无耻人物，无耻人物在这里，他是哪个骑士团的？看一下好了。排行，他是 Top One 的，我们的第一名骑士团。好，他来这边看有没有人打，那我们有在打了，所以他应该会让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打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这个输出最高的应该会是我们。但其实我们很欢迎来打啦，因为一起打的话呢，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些些。哇，他们的这个高手都过来了，金小宝，我本浪人，我们真的要努力输出了，不然到时候这个东西可能会没办法在我们身上。有竞争总是比较好玩哦。我快点吃一下八分哦，好一点的这个药水。顶级牛排，顶级烤肉串，顶级沙拉，然后这个战斗选择这个也要吃啊，这个选择一张出来。然后，哎，我那个选择，愤怒选择吞，贯通选择吞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可以增加攻击30%，暴击3%。然后贯通的话呢，可以无视伤害减免30%，还有增加晕眩的命中38%，暴击伤害加30%。然后这两个吞下去的话呢，我这个战力高了不少。然后如果想要再多一点的话呢，还可以再吃这个羽毛。羽毛在哪里？我的羽毛嘞？啊，这个闪耀飞羽，这个再吞下去，我的这个攻速还可以再加快。怎么啦？不能死掉，不能死掉，死掉的话呢就急功近利了哦，前面的输出就没有了。你看吧，这吧。好，弟弟，不要在这里，去洗澡，去洗澡。哇，我快死掉了，我快死掉了，我先到旁边先把水喝回来，不然我怕我真的死掉。好危险啊！哇，我先离开，好紧张哦，我的鞋他可能还会再放大招，哎，我血超过10000的时候再过来。哇靠，死掉，哎，死定了，现在2000多，哎，输出还有机会保持第一吗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他刚放完招式应该还是可以在这时候输出。好，可以捡。OK， 感谢。好像有，哎，是我们的吗？哎，为什么感觉东西没有在我们身上？哎，金水在谁那里啊？为什么没看到？奇怪嘞！哦，直接喷到他身上啊！好，帕洛提斯的金水。OK， 恭喜！
啊，好紧张哦。那真的很感谢这个 Top One 成全啊，真的很感谢他们，就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打王哈，衷心真的是衷心感恩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回去守圣所了，感恩。